哦，对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工作情况，然后这期的视频就结束，然后明天继续。好，太阳下山的速度非常快，现在是下午1点。今天我就挖到这里，然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工作进程、工作进度。这是我今天挖的，这边空间还是挺宽敞的。之后呢，我还会继续这样扩大，大圆，应该不会出现那种问题。我甚至可以现在可以进里面去的，我尝试进去看看吧。哇，你看，能进到这个程度，如果再继续挖的话，可能会像一个小洞一样了。哇，这感觉真的奇怪啊！当然，我这个还得继续挖，挖完之后，在下面铺些干草。干草其实非常保暖的，就像我这个藤蔓草编的这个东西一样，我用脚踩上，现在一点都不凉，所以这个干草它的保温效果是很棒的。哇，好玩好玩！哎呀，出来！哎，洞还很小。哇，不过挺舒服的呀。好的，今天就挖到这儿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啊，今天挖了好多呀，你看，这是今天我挖出来的土。准备撤了，今天就做到这儿了。拜拜。